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如这个图所示啊，三个呢相同均值砖块哈，长度呢都是 L， 这个长度都是 L。好，那么跨界于两桌面间啊，这是两个桌面啊，两桌面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那么这两桌面哈、哦。间这个跨距最大是多少？哦，这个跨距最大是多少？好，我们看哈、哦，这个的话，你要让它有最大那个跨距的话，这个左右要对称。哦，如果你偏一偏的话哈、哦，那被偏的那一边哈、哦、会先什么呢？会先呢这个垮掉。所以你要让它有最大跨距的话，它要左右对称。好，那它如果左右对称以后的话，我们晓得说哈，当你快要垮下来那一瞬间的话，就是说这个木块哈，撞在这两块木块之间的话哈，它的着力点哦就是这一点，哦，因为它快要什么呢？快要那个快要垮下来，快要垮下来的话，这些地方都只是摸到，摸着而已，不会受力。会受力的话只有这一点。好，那会受力的话只有这一点的话呢，那我们就说它刚刚要垮下来那一瞬间的话，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力量是多少？这个力量是二分之 W 了。我假设呢每一块它的重量都是 W 的话，那这里是二分之 W， 这里也是二分之 W 了，我就压在这一点上面。那压在这一点上面的话，这二分之 W 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有什么？它的话有什么性质？就是说，这个伸到呢，这个呢，就是最远的距离啊。这个最远的距离哈，这个最远的距离的话呢，这个什么时候会达到最远的距离呢？就是说哈。它刚刚好，刚刚要垮下来的时候，刚刚要垮下来的话，这里只是摸到了。那这里摸到的话，这里是二分之 L， 这个如果叫 X 的话，那么这里的话，这里那个直线在这里，这个要画圆一点，这个是二分之 L 啊，这是二分之 L 啊。这个直线在这里的话，刚好会平衡了，就是说。要垮下来那一刹那的话，这个什么呢？这个重力啊，跟这压下来力量呢要平衡。这个是 W 了，这 W。那这个如果是 X 的话，那这个会等于多少呢？因为 W 哈 ，W 的话乘以这个叫 X 一好了，叫 W 哈 S 一，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是二分之 W 嘛哈，二分之 W 要 S 二了。这是 S2， 那这样的话我就晓得说哈，晓得说 X2 的话哈会等于 2S1 的，就恰平衡的时候了，就恰平衡它快要垮下来的时候那一瞬间呢，这个时候的话哈，这个一定会是等于这个的两倍的。那如果我这里叫 X 的话，那这里就是 2X。好，问题是它这个要求要最大嘛？要求要最大的话，我们希望说这个能够加大，这个能够加大的话哈，这个你看哈，就是说，因为如果要保持平衡的话，这两个比例要固定，那这两个比例要固定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让知道说哈，就是说这里哈，这里什么呢？这里增加，这里增加一倍的。我们知道这里增加一倍的话，这里会缩短，那这里会缩短，但是这一边的话呢，它是增加两倍的，也就是说这一边就是说这里等于说等于这里这个伸出去的距离就是这一段的这一段的增加量的话呢，是这一段增加量的两倍。虽然说这个增加的话，这个会靠过去，但是问题是这个也会靠过去啊，这也会靠过去啊。总的什么呢？总的长度呢，就会加长。好，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距离要让它什么呢？要让它最大。
为什么呢？因为哈，因为这里的话呢，增加哈，增加 2x 的话，这里才增加，就这个的话等于是伸长，这里是伸长 2x， 这里是缩短什么呢？缩短 1x，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东西的话哈，尽量什么呢？尽量拉长。那拉长的话哈，拉到什么时候最长？就是说。这个的话哈，整个什么呢？整个拉到什么呢？拉到底的时候最长的，也就是说哈，这个 L 哈，当它跨在这里的时候了，跨在这里的时候的话哈，啊，这个当然是 L 了，啊，这个当然是 L 了，啊 L， 跨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什么呢？这一段是最长的，这一段最长，那这一段最长的时候的话，这个 D 就会最大。这个 D 就会最大。好，那现在问题是说，那这 2x 等于多少？这里是 2x 嘛，那这里是 x。好，那我们晓得说哈，直线到达这个端点的话呢，是等于二分之 L 嘛，这是二分之 L 嘛。所以就知道哈，这个 3x 的话等于多少？等于二分之 L。也就是说 ，3x 哈 ，3x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是等于二分之 L。这个时候的话 ，D 会最大。好，那这样的话呢 ，x 等于多少呢 ？x 哈是等于六分之 L， x 等于六分之 L。好，那这样子的话哈，那x 等于六分之 L， 所以2x 等于多少 ？2x 哈是等于三分之 L， 也就这个是三分之 L， 那这个左右对称嘛，这个三分之 L， 所以这个也是三分之 L， 那这个是 L。所以这个 D 哈，它的最大距离是吧，就是三分之 L， 啊加上吧，加上 L， 加上三分之 L， 所以这个是吧，这是等于三分多少呢？三加二，五 L， 也就是 D 哈，它的最大距离的话呢，是等于三分之五 L。